嘿，你是李美啊？你是陈明？对呀，好久不见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你住在哪儿？我住中山路102号。你住在学校宿舍吗？不，我住在天山路。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13824509876。你有微信吗？有，我加你。好，谢谢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下次再聊。再见。再见。